他那个大门进来最大造景、哦、最大造景的话，哦，你要看这只鹰，真大只呢。然后他这个木头，啊，一只狗尾来的，这只草应该是真的，我看应该是真的，招财进宝。这个木雕真的非常漂亮，哦，这迄落台湾的，伊讲台湾的快木的，啊，这有树林哦，哦，这一支可能几啊百万的哦，哦，这个是它的老鹰的背面，哦，好，简单讲哦，就是来世的地方啦，非常之大。那我们最后，我们大概绕个一圈。